大家好，S 车道咁就嚟到第14啊，系嘛？唔记得咗，应该差唔多嘅啦。咁就应该第14条嘅更新片啦。咁就讲咗 Tommy 球先啦，就嘢俾啊，太多嘢添。咁就二手车应该57号啊，应该系咯。咁就呢、這个呢、這个 Elf。个型号叫 Elf， 咁就补下色啦要，然之后咧就呢架38号，咁就晏啲会介绍噶啦，即系礼拜几啊？礼拜二到啊，跟住礼拜三就重拍港铁 Q 版活力车，之后咧就帮阿 Marco 车买嘅，即系佢唔得闲交收嘅，就要我去蓝田，跟住等咗劲耐，条友迟到嘅。跟住就买咗呢度两卡唔识走嘅嘢，咁就晏少少会拍片介绍噶啦。呢个咁嘅模型，唔知做乜鬼啦？佢玩嗰啲日本列车嘅模型。不过我之前有拍过咩铁道模型介绍一咯，系咯，佢有介绍过。咁就要我介绍埋佢，咁就阵间拍片介绍啦。咁就呢个更新就嚟呢度，得呢3样嘢啫。咁好啦，拜拜。